看一下结果有没有出来。肖尚德，您好，欢迎使用自动胶片报告打印终端。您共有四张胶片，一张报告正在打印，请耐心等待，不要离开。胶片一张报告正在打印，请耐心等待。四张胶片一张报告正在打印，请耐心等待，不要离开。看不懂。您共有三张胶片，一张报告正在打印，请耐心等待，不要离开。报告单已经出来了，反正这个单子好像没有骨折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给医生看呢。希望没有骨折吧，不然骨折的话，过年都只能在医院里面过了。那个没了骨折，没了骨折，那他那个可能是硬伤。哎呦，背是总背不伤，这个是老病呢。老病，他的胃一直不好的，然后还有腰有纯肌痛骨折。对，他做了两次手术，就是没有新发的骨折。嗯，对。那怎么动？那现在怎么弄？这么大年纪，干这干的，要是孩子算了。那你自己是什么意见？喂，住院住几天可以不？因为他来都来了，他吐得很厉害来的，来一次不容易。几个月？住几天院，然后呢，就到时候，把一些老毛病开点药啊，干嘛的调理一下。我们排个会诊呢。嗯，好的。到你这是做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医生说开一个会诊，再看一下结果。95周岁，96岁，不幸中的万幸。就检查结果的话，就是没有新的骨折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经过医生会诊哈，就回家保养、休养，拿点药，就没必要住院，就最好了。吃法都写了的是吧？嗯，好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又连夜赶回去了，不住院，没大事就好，全部检查了一遍。我们今天我弟也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我姑姑特意从长沙赶回来了，然后我叔叔我一打电话他说马上送医院，我觉得挺好，虽然就是老人家没事最好，安心了。别等你啊，会啊会子啊，滚你哥和你滚啊。这么大雾，已经凌晨回家应该2点钟了。这样拍他妈的，这个完全看不清路了，只能慢慢开。现在这么大的雾，真的是开都开不动，看不清了这里。100米后
口向右前方行驶。不要慌张。来火的啦，火的啦！你昨天当水去不啊？不要。不要。收了。收了，没去捏炉子，搁来的炉子啊。你热不？不热。不热啊。关键用到。我刚不把倒回来吧，不带。你后头去领我吧。我还在水屋子给你打两点啊。没打。嗯，我叫他丢了你问的没档子啊？你不能得应用机吧，文用机吧，不能得文用机，没个点，没落档次呀。我们去叫个村医过来给爷爷打一针吧，因为吃不下饭。走吧，早点去，早点回。给你加点去，看在不在家。哎，干嘛？哎，我咋血肉不顺呢？哦，你是让来最等级把大夫给你加。从那八两个都有的呀，就给多的，亏的没得问题，我没亏的没得问题。但是呢，请给不是你啊，八种肉啊，或者八两都不能给了小一点，或者不能问的呀，不进来啊，是的，辛苦了。哦，我让大家看文化了，来，辛苦。这个我们以前有什么时候小事都在这里解决了，弄了好几十年了。没落发的人有的经验啊，我吃萝卜回来我来扔啊，这吃，大人又吃不惯。哎，搿能吃啦，肉条没带回来。搿只大鼻黑吧？大鼻拉不住那家子呀，得吃，一代人，熊拉拉不住，过大过年吃过年顿顿，巴不得嘞。八十几的吧？倒是倒是老的嘞。我是老的嘞。六年干。六年干呀。这么送贵的呀，昨天打个电话我送贵嘛，就是我给送贵那叫给蛋糕萝卜他这里的。哎呀，不发糖水。不是不是过年过四个啊，八个多蛋糕吧。这衣服一只要吃。你的衣服是在搞红的新的瓜，他说我好意思啊。农村里面的挺好的哈，搞个架子，搞个衣架，当那个输液瓶，输液的当架子。吊的是谁嘛？兄弟们了，给以后谁走嘞？过生日过，给是谁两个人帮带谁？过账来多，俺多几个过来给啊，多两，俺多两百块钱过来。你得，你多得六百。我过来，我六百。啊，只是一个星期。你干，你等两个不来，一个好的，一个是后的。多的多的，这玩意儿也行。你这是个好的。该干嘛的？你要我扛的。你是来给好的，要好的给，你也带走的是吧？你到早上一个月开始，好。啊，你带两百块钱回去，俺还有俺妈妈有老家呢。对呀。好吧。对呀。好啊。你再关心我娘。也有，一定不是有人帮的些的，不来不来给自个些的。再过个来得一十个做单，一直做单。哎，带走带走。哎。进不去就搞过来。嗯，你谁走？没自个谁，以后文化管谁？嗯啊，知道吧？管谁该管谁的意思啊？不晓得。哎，搞个女婿伯回个。搞女婿伯啊。你没得女婿伯在家，跟我说了。哎，那个。要啥？哎，家养的。住七天。你那东西值得黑的啦！你奶奶只要有蛋干的，好。都不得拉开呀，还是回回家去弄弄些啦，真是吧？嗯。本来是你到老去，到你搁下这些放你过来。哦。你那个过年节，过年节大正月，你到那过来。你跟没得过年过来，你给伢子。哎呀，你给我喊我接了，老王大哥大哥。好，走了，那我们还要继续接着。现在爷爷没大事，在家里打针，我们要继续去报喜了，还是要把我的工作去做完，这样放心了，走吧。贝贝，
哎呀，你来自己吗？谢谢你给我。啊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给我来，把那娃子给我带到你跟前玩儿去，弟弟。哎，别过来了，帅哥。这个时候，弟弟他们的这个小孩，伯伯是大厨，那到时候帮我们做厨，现在在搞一下菜单，很厉害的，搞得很好的。也哪个帮助了？ 哪个帮助不能够地址哈？就我那个嘞一个工人。工人，应该还有那要都我的地址，记得哈那个不把这那个都估计到我帮忙就给他。是帮我，所以当我送他是大礼了，是吧？我送药的他都无家顶的，没生过来。哦，大妈的。哎，不得，你的老婆人家。哦，妈妈的啊。啊，这样嘛，这种事情，啊，这个面子，我从爷爷来帮你做。哈哈哈哈哈。太好了。 不要聊，不要聊，你给叶子没得路看的，走了走了，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现在到我小姑家来，我小姑复合来了，大都认识的哈。啊，他们在下面打豆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别喊外婆，赶紧容易有点这个的。 打的几次吧，丁哎？是芝麻渣子打的。哎，打的那个人家做？你伙子，你管？我给伙子，他把那伙子给他吧。嗯。你给那个打的。啥子啊？那打豆腐很好玩的。哎。哎呀！对了。你看，也很久了。来，这个是豆浆。妈的，我也没得。哎呦，好不晓得。等一下就豆腐来吃了。 他们这是咋这几百只连掌柜的，他妈这个都拿掉了？在这里的那那。啊。要的要的，啷个的？不打个两寸的。有点大呀，嗯，人家撸有点啊。哎，你老弟在这里。我不能吃嘛。哈哈，啷个吃的嘛？哎呦。 可以，这里我一点好。忙，他们在屋外来都恁个子啊，要得吗？来，过来。刚出炉的。这边就来了，这边就。这边也得了，这边。这边加上，我拿这个不用。这边没得这个，这个娃娃。我他妈最好吃的了。哦，都在水打，都在水打。 我都没洗，那我都不在哈嘛，你这个，那什么洗，我不会洗的哈。一个卤鱼是不会给的嘛。哦，好牛嘞！这个香，这个香。对，这个出了，对。新鲜出炉的豆腐脑，你们吃过吗？ 哇塞，你都不打过来。嗯。喝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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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好久没吃了，一年只能吃到一次的这个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，平时也没有人会打豆腐吃的。 现在用石头压住，明天就可以吃豆腐了。哎呀，行不急乖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我给我那个家里照顾爷爷奶奶的啊，这位阿姨准备了个红包，拿一个年终奖呀，过来。啊，还在忙嘞，照顾的挺忙的。来，我们来答应姑姑那个红包节啊，辛苦你啊，丁哥子。 我们五个打完啊，过年过后谁会接？好，我们还要去报喜，我们还要有事情去了，走吧。
家去报喜了。今天把好多个地方了。哎呦，这里大车很多的嘞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像这个房子的话，我姑父一砖一瓦都自己搞起来的，他本来自己就会搞，搞得这么大，这几年今年装饰一下，哇，更不一样了，挺大气的。所以啊，勤劳才能致富呀，要努力啊，还是要勤劳。勤快，好。你看，这后面养鸡养鹅，这挺好的，真的，这个鸡养的多好呀。我现在到我大姑家来这个报喜了，大姑在长沙，但是他们家有人在。哎妈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不是家妈妈怎么了，我这样子等你来。哎呀，这是我姐，这是你老姐嘞。我的家二十四到家五十四啊，你要订两个早饭啊。哎哎，早早早打三个。打三个。哎，不在金龙家。哦，你在。哎，对。现在你不行，不起来我信了。哎，我到都等我到工地嘞。谢谢啊！哎，没事事。啊，走再过来。哈哈哈。要的多多。干。两只鸡，鸡蛋，红包，拿了好多东西回来。现在报喜报的差不多了，现在还要就等一下去我哥哥那里山顶上面那边再走一圈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一般我要就是我放爆竹，然后有一些我们这里叫波缸啊，就是那个。要带点礼物，啊，一个红包，然后还回很多给我，都不好意思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只要我去不用回的，要他们又抓鸡呀、鸡蛋呀、红包呀，搞得我，哎呀，不过我觉得挺好，挺开心的，真的这样转了一圈。你们那里有这种习俗吗？我今天呢要去到奶奶家，也要去请一下奶奶，顺便呢去看望一下奶奶，今年回来上次太匆忙了，都没来得及上来。奶奶一个人在家也挺那个，所以啊，快过年了，买点礼品啊去看看。这里风景还不错的嘞，这山上。小米干姑娘给你追呀，姑娘给你追的够不嘞？
一路后来吧。你是大的喽。嗯。哎，也买了大白粉了。你哪个粉多？在罗里吗？多，哪块的？好的不？是吧？多，再说再说。尾巴有一大把。我四叔买的，来这块都喝完了。多个三回，多个三回的。哎，你快说回来。哈哈哈！我四叔买的。三毛妈呀，你来的我，你起码得公里都没吃啊。哈哈，来公里都够吃的，是吧？嗯，喝多地吃。哈哈。你，起码得公里都没吃不干。我这个，我这个那，这个的。花点不？是咋个杀的去嘞？咋个杀的去？嗯，你回来咋不啦？嗯，我就是嘞。咋个带路？没回去，俺没回去，回去打不着路。也不能坐车。哈哈，对呀。经过了整整两天时间，那终于报喜报完了。这一轮走下来，我特别特别开心，大家都很客气。这个习俗我也是第一次去做，因为第一次当爸爸啊，得到了很多祝福，那也很感动。现在就是接下来几天呢，可能也很忙啊，要很多东西要准备，所以呢，视频尽量按时更新。我先把家里弄好啊，等小孩和小美过来的时候，我丈母娘他们过来的时候，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直接来住就好了。那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